蒋万安有列名，把要选市长的蒋万安叫成议员，蒋万安只好笑笑回应，蒋万安所定偏绿的大同区抢攻选票，但自己的蓝营票仓似乎出现危机，传出蒋万安举办的823纪念活动地点原属义大安区成功国宅由靖总的总干事林奕华帮忙打电话，但被国民党籍的里长打枪，才转到万华举办。他们两位啊，其他的议员他，议员他也会来啊，你跟我再好。 要非常抱歉，谁都一样，我们没办法外界。里长强调是原则问题，比起先前大安区系为大楼，住户才集资挂布条，力挺黄珊珊。这回蒋万办活动又碰壁，被解读蓝营铁票仓松动。没有，其实我们跟各区地方的里长都有很多互动。 那接下来我们都会在各区跟里长，我们不要去破坏原来社区人家借场地的原则，基于不要干扰到民众，造成负面，所以才换到万华区去。所以这其实都是跟里长大家充分讨论下的结果。所以那个我觉得是刻意在扭曲。蒋万安聚焦选战，但党内副主席夏立言访中争议尚未平息。除了可能国共会晤，国台办22号再强调，国民党率团来访理所应当，恐怕再惹意，蒋万安也 只能再喊话夏立言。再三强调，从一开始我也就呼吁夏副主席在对岸能够很坚定的表达我们反对中共军演的态度跟立场，以及相关的行程要公开透明。但不管蒋万安怎么呼吁，夏立言访团似乎没在理，国台办一再帮蓝营访中背书，国民党亲中标签越来越难撕，蓝营参选人似乎也跟着冒冷汗。三立新闻台记者陈中报道。